大家好，我是自知香港人邊人嚟檸木。係，我搬嚟鰂魚涌睇佢之後咧，已經過咗差唔多兩個月。其實我上次我拍過一條片，就係嗰嘅 weekday vlog， 係啦，有啲觀眾 request 俾我，可唔可以拍一條片？介紹我嘅 weekend vlog， 所以呢今次咧簡單介紹下每個星期六或者每個星期一點目點用過生活嘅咧。咁就我簡單介紹下第二乜嘢出去玩先。我基本上我第呢啲嘢出去玩啦。跟住最後一個介紹下我嘅備用啦。呢、這個差唔多一個月之前咧，我開始用呢個備用啦。咁點解開始用呢個備用咧？因為咧 Gaston Luga是一個水電的品牌，他們現在是 YouTube 和 Instagram 那裡呢真的很努力推廣他們自己的產品，他們都有聯絡過一起合作。你記不記得上個月呢在 IG 那裡我播過這張照片，為什麼現在才出這個品牌的片呢？因為我實測用了 Gaston Luga 的背囊一個月，跟著我看下這個背囊真的好不好用先知可以推介俾大家噶嘛？好在咧，我好中意行山去露营，去冇人到茅前，去雪碧玩恐怕跑马拉松，去睇日落睇夜景，去出边嘅时候有咁多周围走嘅兴趣，所以 Gaston Luga 跟我嘅选择真系啱晒，因为有好多机会测试到呢个背囊。所以咧，首先我分享一下试用咗一个月嘅感想俾大家啦。其实咧 ，Gaston Luga 俾我两个背囊啊，系啦，我本身觉得佢個設計有靚有實用，不過都有啲美中不足嘅地方嘅。所以啦，等我一一同大家講解下先啦。第一個特色就係背囊嘅表面好滑，因為呢個背囊係防水嘅，摸一摸就覺得哇好舒服，係啦。所以啦，即使落雨都唔使擔心淨濕入面嘅嘢啦。咁樣。其實咧，呢度有幾個間隔，係啦。所以咧，呢個背囊真係好實用嘅。但係我本身覺得嗰袋仔細細地，所以咧唔需要係好裝到嘢。我覺得咁，如果係大細可以改善下，就更加好噶啦。係啦，對於一個星期一去行山嘅人嚟講咧，嗰袋仔嘅數量同埋容量真係好緊要嘅。第二個特色就係咧，佢一個設計幾型，去咖啡做晚餐，去行山都得，完全唔知得我之前用嘅咁樣電遮籠普通背囊。雖然呢種背囊好實用，但係毒味有啲濃。其實我本身唔係 fashion 嘅人，但係咧呢、這個咧將來有機會同個女仔一齊出去玩啦，適合呢種背囊係咪？梗係呢種背囊好適合啦！我一個月之內咧帶住呢個背囊一陣去食架行山、睇日落、玩航拍主要之類嘅嘢。所以咧，依家分享嗰啲片俾大家睇下啦，順便介紹下咧龜修大廈周圍嘅優秀嘅地方俾大家。Hello 大家好，今日咧介紹俾你哋每個星期五係鰂魚涌做啲乜嘢啊？係啦，山風凛凛竹林，呢間鋪頭嘅竹真係好好味嘅。記得我差唔多每個星期食一次嗰間鋪頭嘅竹嗰一種。一百八，唔該。第一單收入咗，同埋炸量當拉炸超點。咩嚟玩嘅？一百八。好得意。咁好細嘅。係啊，好細嘅。好細。冇冷氣啊？冇。冇冷氣，冇冷氣。呢個係。係咩嚟嘅？呢個相機嚟。相機，拍自己，因為依間鋪頭嘅做真係好好嘅，所以想介紹。佢都係佢。
OK， 唔該曬。Hello， 大家好。先记录夜晚差唔多七点半咧，跟住我依家低嚟哋一齐去，可能系职业上最中意嘅米线，识米线嘅波道系啦。咁咧，鲗鱼涌咧有好多本地美食，跟住其中一间咧系呢间绿林米线餐厅，米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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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一位。喺里边啦。米生零菜一啲鲜。唔该。番茄冻蛋。你番茄汤饮乜嘢？冻面炸薯片。冻面炸薯片。系，唔该晒。所以我望落好搞笑咯，點解係咁咧？佢見，哎呀，佢又想要啊！佢咪佢咪雙眼皮，佢見我哋就係背住尾巴。喂？佢哋係有一個雜食羊羣心，你咪就係講緊呢種咯。Woo!